part 翻嚟咧，请埋呢一位嘉宾啊，就系、是、社区组织协会菲丽珊小姐嘅。早晨，施小姐。早晨。系啦，今朝咧，其实咧，同阿何文杰咧做节目开嘅时候咧，都有讲啦，即系政府派紧呢个抗疫物资包啦。咁其实有啲人咧收到啦，有啲人可能仲未收到啦，好似我咁啦。咁其实咧，想睇翻啊，基层方面咧，其实而家嗰个派发个情况系点咧？据你了解？我哋呢街坊又系都系有啲有收到，有啲未收到。琴日都仲系有人话未收到。嗯。咁同埋咧就佢哋有啲就话有卡，有啲冇卡，跟住有啲就好多火又冇卡。咁亦都试过有啲就系佢系劏房，但系佢就话俾佢听，喂，我哋有好多火，即系啲床位啊。咁佢就又唔信佢，净系俾咗张卡，俾一份礼物。系。哇！咁我又冇卡，又冇礼物，咁点证明自己系？冇派嗰个咧，咁所以就都好多呢啲嘅情况咯。咁啊，民政事务处就话会弹性处理，有啲地区嘅物资中心都会吓，就算冇卡冇证明都会从宽去派发。咁你了解，譬如深水埗啊啲状况系点咧？希望系啦，因为琴日有一个系好似旺角就佢就先去咗个点嗰度问，咁个点就话喂你有卡，你要有卡，你冇卡我俾唔到你咁样。咁我就希望佢哋都会从宽处理啦，咁因为好多都想要啲快速包啊，想要啲口罩啊各样嘢嘅。系啦，咁另一方面，我收到呢啲快測包啦，其實咧就住你了解翻咧一啲即係長者方面啦，特別係一啲基層啊長者，佢哋其實係咪都真係適用咧，或者點樣去安排咧？有一啲佢有段時間已經開始都開始熟執熟悉噶啦，咁但係有啲就真係都要，我估可能有啲個別佢未冇中過招嗰啲要教咯。咁我哋其實我哋之前已經都有開始派嘅時候都開始教嘅。咁有啲老人家嗰啲真係佢會問你點做啊各樣嘢囉，咁有啲就要問隔離鄰舍有啲幫安返佢咁樣囉。咁如果服務站佢會順便講埋，或者有啲帶呀播埋呢，到時佢嚟攞呢，咁我覺得會幫助大好多囉。咁啊，即係而家嘅情況就派咗啲檢測包裏面有即係好多唔同嘅物資啦，咁其中一個快速檢測就政府就呼籲呢個週末就全港市民星期五就係啦，一齊去用三日啦連續。咁但係使用呢啲快速檢測好多人都有經驗㗎啦。咁你接觸嘅基層家庭懂唔懂得去運用呢，或者有啲咩支援呢？一个咧就我觉得佢都要因为有啲人都应该系未用过嘅，因为有啲可能比较隐蔽啲长者啊，佢又冇中招啊各样嘢啊，又可能比较独居嗰啲可能未必，即系我相信都有啲系自然团体之前完全未接触过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系佢派咗俾佢，或者佢应该现场有啲片就叫佢睇下。有啲工作人員即係問多兩句佢識唔識用啊？咁同埋另一個我唔知佢如果佢快測之後佢又想全民快測嘛？咁有啲真係唔識報嘅嗰啲咧，就如果佢服務站仲可以喺度答問題係好嘅，或者佢甚至佢可以攞去嗰度叫佢幫佢入吧，或者係佢有啲熱線就真係多幾條，咁等佢哋可以即刻打去報啊。咁我覺得呢、這個咁有啲就俾嗰啲即係俾多啲途徑啊 ，WhatsApp 啊、email 嗰啲其他識報嘅嗰啲。只不過你唔好搞到個電話打又打唔通啫嘛，即係電話打唔通，可能就打俾嗰啲即係俾嗰啲網上唔識網上嘅人，咁就可能咁樣分類會容易啲咯。咁因為一確診啦，如果唔知有幾多啊嘛，突然之間又多咗數量啊嘛，電又變翻電話唔通咁啊，真係慘情啊！係啊，其實依家咧仲有一啲咧快測咧，佢之前咧因為打嘅電話都報唔到咧，咁之後佢咧嘛用網上可以報嘅。但系佢嘅网上变咗咧，系好快就已经变咗系之前嗰啲日期报唔到嘅。所以我哋仲有啲居民话：喂，我仲未报到我之前嘅快测阳性。咁已经过咗啦，可能其实嗰个居民本身都已经好翻啦。咁当中又点样去帮？但系个问题，依家政府就系话，如果你中咗嘅，你就唔好再去打针住嘛，当咗一针啊。咁佢就想当一针嘅时候，佢又冇嗰张证明喎。咁有可能佢又差唔多到期要打第二針啊，或者打第三針喎、啊。咁所以即係或者係打第一針啊，即係總之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咁但係佢一報唔到，都唔知點搞。就你了解翻呢啲嘅情況多唔多咧？都有唔少噶。咁我有啲人咧，就因為佢真係唔係好識網上同埋出咗，或者係慢咗。咁有啲可能當初係諗住我算啦，都唔報啦，都好翻啦，唔煩啦。咁但係發覺原來唔係、啊。
原來你會當另一針，第二就原來老細可能又問你攞喎，咁你冇證明啊？冇證明啊？咁冇假放啊？冇錢收啊？即係有啲好多因為唔同情況，依家發覺就要報又報唔到咯。嗯，咁呢個情況啊，會唔會即係話即係時間慢慢都可以處理翻嘅？我諗下，即係大家唔好放棄。咁要政府開發翻個途徑咯。嗯。即係俾翻佢哋去報，因為佢話打電話咧又唔得喎，個電話好似又。打唔到喎，咁跟住个网上咧就永远都有个日期以后嘅喎。我想问一下咧，喺疫情之下咧，社区组织咧去帮一啲基层嘅市民方面咧，当中遇到啲咩困难咧？特别系即系政府喺呢方面嘅支援，其实又有啲乜嘢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咧？好多方面啊，其实真系，即系我哋日日都收好多街坊话佢哋所有嘅电话打唔到啦。咁其实佢一开头。嗰啲個申報啊，或者係嗰個詢問途徑啊，即係求助途徑，就唔好淨係局限電話個電同埋個電話，真係要多好多倍人去聽咯嚇。咁、第二就係話，其實佢可以好似即係依家消防處嘅有埋 WhatsApp 啊，有埋 WeChat 啊，有埋上網啊，即係網上啊，即係好多唔同嘅途徑俾人哋去申報去問，咁你就唔會塞曬車嘅電話冇人聽到咯。所以樣樣嘢咧都應該係要多渠道咧。識上網就盡量上網，留翻啲電話俾啲長者啊。早啲嘅去分類，其實話俾啲市民聽，其實嗱咁嘅症狀咧就輕狀嘅，其實你可以點樣去處理啊？可以點樣去咩？即係唔使驚，咁有啲咩藥係可以適合呢只症狀嘅？有啲咩點樣邊啲先入院，邊啲唔入院？咁呢啲咁樣嘅指示會令到啲市民冇咁慌啊，因為一開頭咧，大家都以為自己得咗世紀直症，跟住就個個諗住去入醫院，啲自然係入唔到醫院嘅喎。咁就弊啦，所以咧指引上面咧既緊要咧清晰啦，同埋咧多啲同咧市民方面咧去溝通啦，信息咧可以透明度多啲啊。今日咧多謝施麗珊小姐，多謝曬。